擦到了竹笋啊！哇，看起来非常的疼痛。看起来是膝盖的部分。但对竹笋来讲的话，他的膝盖应该都会带跟捕手一样的一个护具。哇，打得蛮严重。对，真的非常的痛苦。今天竹笋是吴家维先生。 是打在比较靠近膝盖上的地方。经过一个弹跳之后，黄竹生这边并没有接到球，反弹打中了竹生的左膝。打在没有护膝的那个地方。哇，然后这么痛。没错，真的非常的辛苦。 脚上是有穿护具，没错。不过这个位置可能刚好打到，就是没有护具的地方。但我觉得也可能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说他刚好是打在那个比较硬的地方，那个硬要刚好去碰到他膝盖的位置。去碰撞到膝盓其实还是很痛。嗯。那我们前面提到以主宰来讲的话，其实他穿的护膝的位置其实会跟捕手是一样的。 照理说，膝盖这边应该也是会有保护到。是。对，这个球感觉上好像也是有打在护膝上的位置。对，因为他这个裤子是有凸起来一点点。然后没想到就会居然会这么严重。我想说，我刚刚看了，好像没什么，可是他刚刚是在哪里？ 让我站起来，小。在我局上半的一个小插曲，有艾迪顿康的头球，提前落地一个反弹之后，打中了竹笋的左膝。从竹笋的脸部表情来看，感觉好像真的蛮疼痛。没错。 现在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疼痛。对，短暂治疗之后，他现在也把护膝再穿上。嗯，看起来是要继续来执法吗？哦，真的非常的拼命。毕竟才第五局，后面还有几个半局。 看着今天主审真的确实要辛苦一点。没错，幕后付出的工作人员真的相当的辛苦，即使相当的疼痛，主审在短暂治疗之后，继续回到场上来执法。